求。伊阿去理发院吼，要争取医生的时阵哦，就来甲对跟我讲，你这医生爱愈来吼，无我全中二选举区，咱中部是要安怎发展？咱选一个真正要照顾咱所有人的立委，你支持好不好？好好。啊，爽来吼，要介绍，我大概要介绍你，我都很慎重，因为吼，我们的这个地都是安尼做。最早跟我们的这个严家吼安尼面对面对抗，刷来看有陈国伟，刷来看有林静怡，这都是开疆辟土的，是咱上在陈世凯议员，伊阿听讲选举时阵都穿过黑防弹背心啦，哦，我咧想讲台湾的民主讲选举选到爱穿这个防弹背心，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，咱即卖的中二选举区是愈来愈自由，所以今仔日咱哦特别邀请到的，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候选人的发言人陈世凯议员，登来到咱中二选举区遮，为大家吼讲的讲几句话，大家好声较大声的哦。谢谢，多谢多谢咱沈淑珍的议员吼。特别为咱投来啦吼，啊，其实伊当初应该进伊咧选举的时阵，伊嘛咧遮，对无吼，嘛是咧遮斗相共，所以大家拢诚熟悉。咱各位山顶的乡亲时代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日吼，啥物日子敢知？冬至啦，啊，冬至是食鱼啊，透早有拜拜啊个，拢拜好啊啦吼，啊，鱼啊食落啊吼，啊，冬至上界重要就是爱团圆。所以今日世界转来甲山顶，甲大家团圆，我感觉真混乱。啊，恁有感觉混乱无？甲我骗，即摆我靠这样这样讲的。但是哦，恁甲我骗代表一件代志，恁希望世界感觉混乱。为什么要希望世界感觉混乱呢？因为这场的选择其实真辛苦，大家拢知。民进党过去执政八年，其实做了非常的好。大家嘛拢知影讲，全世界前几年因为中国迄个疫情，全造成经济有够歹，世界拢真歹。咱台湾袂使讲无歹着啦，普普啊歹，但是咱比别人拢搁较好。所以这几年啊，台湾的失业率嘛真低，咱的经济成长率嘛真高。最近咱大家有看到无？迄、那个咱的股票伫咧创新高呢，吼、哦。过去讲香港的股市啊，是台湾的一倍高。过去伊要到三万几点，但是你甲看，咱四年外前有一个叫做反送中的活动，就是中国啊用真大的力量甲香港控制了。你甲看，四年过去，你看香港的股市为三万几点落来，一万六千几，一万五千几。咱台湾的股市伫咧蔡英文当做总统的时阵。八千点、九千点，到今日一万七千点。世界要甲大家讲，过去真侪人咧讲民进党若执政，经济袂好，国民党是毋是拢安尼甲咱下？有啊无？有啦。但是这几年你甲看，人讲咱台湾有一个叫做护国神山台积电，咱有科技业，咱有真厉害的产业，伫咧咱大肚山顶的边啊。嘛，阁有科学园区，吼，啊嘛，阁有精密工业园区，咱遮个生意做了袂歹，咱个工业经济嘛发展了袂歹。但是啊，甲大家较有关系，除了这个经济以外，上界重要就是咱个蔡英文政府起来了后，请教一下，恁敢知影即摆有迄个老大人、时代有迄个送餐据点，恁敢知？长照据点，大家敢知？过去拢无的哦，过去咱也是食老哦，家己顾啦，啊无就叫时势甲咱顾啦。啊，但是即摆这个时代时势，大家拢嘛爱上班，哪有时间甲咱顾？但是你甲看蔡英文起来了，做长照、长期照护，哦，咱的时代伫咧时势咧无用时，有人下照顾，甚至有人会使送餐，也是较艰苦，有人会使送餐。蔡英文。做长照以外，即马升级到长照 2.0， 未来偌清定还是动酸中痛，长照 3.0， 这个 3.0 就是安怎？讲较实在，我嘛会老，啊你嘛会老，咱老来免烦恼啦，政府会甲咱顾啦。过去你敢捌想过讲政府会甲咱顾？咱若食老，咱来家己想办法，哪有迄个政府会甲咱顾？但是我甲你讲，政府即马开始拢会甲咱顾，
各位士大，这真重要呢。经济甲咱顾好以外，即摆民进党所执政的政府，拍拼伫咧顾每一位。在座因为拢我的士大较侪，所以我为长照开始顾。但是少年的咱有咧顾无？大家敢知影？有啊无？恁一定成功有，但是你嘛毋知影照顾啥。啊，我讲互恁听啦。你迄当阵识西瓜的时候，我未结婚，你敢知？敢会记？会记的啦吼。哦，迄当阵世界有够少的，大家拢要甲我介绍女朋友，要叫我紧娶我。啊，世界即马不但娶我啊，生几个啊？大家敢知？三个啊，真正拢我的老朋友，互阮斗生几个你也知？啊，为什么生三个你知无？蔡英文还未做总统，我唔敢娶我，唔敢生呢。伊做总统了后，我生一个，搁一个，搁一个，三个是安怎？生一体有补助啦，生两体搁加码啦，生三体加加码啦，就拢有补助啦。阮囝即摆咧读幼稚园，比过去上够侪。虽然是私立的，因为公立的排无啦，去读私立的，但是因为政府的补助，我一个月才两三千块就解决。过去可能要上万块哦，那是小朋友读幼稚园，啊我这吼才拍拼生三个，一个月才三万块呢。但是即摆政府甲咱补贴，世界袂惊，最生一个、两个，搁第三个。啊，但是蔡英文还未做到一件代志，我唔敢生第四个。伊若生第四个，加加加嘛，我就生啦。吼、哦，但是爱到我破产上就有影，伊若卖我无法度吼。所以你个看。蔡英文政府啊，伫咧执政的过程，经济处理好好势，咱的老大人顾好势，甲死势嘛拢顾好势。各位士大，这种的政党甲政府，才是真正咧顾人民，才是真正咧顾在座的各位啊，各位士大。过去你看到国民党咧执政，咱拢知影，咱才着装卡所在，因迄做议员哪做哪好个。因迄个做乡长，听讲做一任乡长会使赚一亿、两亿、三亿。因迄个做市长、县长呀，过去咱只号做县区啦，县区嘛是做到乌一来一去。但是你甲看，民进党政府到即马为止，所有的力量拢在顾大家。大家为倒位来看，各位士大，我即马比较地方咧，互恁看，为什么咱一定爱投予民进党？咱的对手是啥物啦？我毋免讲名，恁一定拢知。你熟悉因迄家伙啊，有够久，有够久啊！过去伫咧你较少年的时阵，你所知影因爸爸的时代，迄当阵听讲嘛无真有钱呢，敢是？嘛无真有钱啊！啊，但是呢，你为哪做？你为哪做？啊，搁做落去，啊，即摆有做好业无？有够好业啦！真正有够好业！啊，你咧电影？过去一定捌听过迄个故事，哎呦，我听讲伊迄个家族咧倒位倒位用啥去赚着啥物钱，咧倒位倒位搁去舞着啥物事业，搁去赚着啥物钱，即个故事恁一定捌常常听着。世界要甲恁讲的是，我伫咧即个所在受各位的栽培，恁甲我栽培，毋是刚好带我生囝，要栽培我做议员啦。我总共做十二年的议员，恁敢捌地方听讲世界做啥物事业，咱地方赚钱？有啊无？唔捌啦，绝对唔捌啦。阮这间公司的无咧处理这种工作，阮这间公司的就是人民付我一条薪水，我规个团队包括我，包括我的助理，为大家来服务来打拼。我的助理做到尾嘛做议员啦，我做真威啦。这嘛对恁一一二十岁都互恁看到即卖。哦，拍拼到今嘛，我伫咧地方绝对袂互你听到即种啥物家族伫咧遮做啥物生意，才阁卖啥物土地，啊，才阁起啥物厝，啊，才阁赚啥物钱，绝对唔捌，绝对唔捌。哦，即十几年会使互大家考量，我袂做即个代志。咱的情谊来到遮两年的时间，到互你听讲伊赚着啥物钱有啊无？无。赚着辛苦呢。真正赚着辛苦呢。过去咱迄个立委讲伫咧地方啊，争到走摊啊，但是迄拢无公平啊。伊爸爸走，你也算有来；伊妹妹走，你也算有来；伊走，你也算有来。含助理走，你嘛讲啊，因都拢有来。
啊，我甲一年过去拢足辛苦呢。我咧这个选区啊，我已经走十二年啊，拢讲我无来。伊咱我选举嘛，永远拢讲这個，为古早十年前甲我选，啊，迄世界无看到人啊。啊，你有看到我无？啊，你着定看到我嘛？吼、哦，啊，选到陈柏伟，嘛是讲啊，迄拢无看到人啊。啊，选到林志颖嘛，讲迄拢无看到人，各位是怎？咱这个号做跑跑志颖啦，有够老早的啦，真正有够老早的啦。啊，我讲伊无赚到钱，干那赚辛苦是安怎？你敢知？过去咱迄个立委啊，中央文件免拍拼，因为我看伊迄个咨询带吼，干那即阵就啥，讲伊台中港想要开公司啦，即阵台中港伊家己的利益安尼尔。哎呀，一零五码头，哎呦，你记了比我较清楚，我拢记袂起来。哎，哦，啊，所以你甲想，伫咧武汉，干那即阵伊一零五码头代表伊本身去开会嘛，规工拢在地方嘛，但是咱这进一步共款，咧地方合作跑跑进，到中央真正认真伫咧问政，逐工的啦，台北、台中、台北、台中、台北、台中，安尼伫咧走，趁着辛苦啦。袂去趁钱，但是各位是话，安尼做，我拢心甘情愿，要为地方来打拼。不过，即马真关键的时阵，就是即马要选举，选举要到，咱兜吼，对啦，这是咱兜啦，咱兜吼，因为因兜真爱选举，你敢知？咱才补选过几遍，你会记无？你敢会记咱立委补选过几遍？两遍起来，一遍就是因爸爸讲爱你去关啊，哦贪污你去关，啊怎爱补选啊我甲伊选，会记得无？会记啊！迄当阵恁拢甲我收听内面，哦，迄当阵我穿防弹衣，派谁无甲恁配防弹衣互恁，所以恁较无一样，我较无啥无一样，哦。迄遍补选一遍，哦，嘛是为着因结婚啊，咱兜为着因兜爱选伊补选一遍，过来。一定会算输啊！哦，甲陈柏伟算算输啊！啊，算输就去黑古庄去补把面，啊，把面了，佮补选一遍，才有咱的林志颖对哇？所以已经补选几遍去啊？两遍。各位士大，世界要甲恁讲，我今日来到咱山顶，冬至跟大家一起团圆，很开心。但是我感到非常的忧心，我真烦恼嘞。咱遮若是去补选第三遍，我出去台北咧拍拼会叫笑呢，真正创纪录啦！咱的对手即马阁以为敢若是贪污案哦，敢若贪污案阁叫起诉啦，阁叫起诉对无？你应该拢知啦吼，若毋知，毋知等下叫质疑哦，秀一下看你有啥起诉的资料无？阁起诉啦，啊阁以为贪污啦，啊你奈知影呢？那因为贪污的跟爸爸同款哦，那判刑，咱这边就搁爱停选。各位是大，世界即马伫咧台北拍拼呢，常常电视你有看到我无？啊，我即马马上宣发全国知名，你嘛卖华国民主敢袂使？我听到倒位人拢甲我问讲，啊，你遐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咱常常咧补选啦，那迄个立委常常咧补选啦，啊，补选的拢常常有迄个姓啦。啊！就因为因迄家伙仔真爱选啦，无选掉袂使啦。所以各位士大，咱这个所在过去拢叫人予人讲什么的故乡啦。吼、哦，我过去甲大家讲过，但是遮侪年以后，我无想去讲这個，因为咱拢民主啊，咱拢自由啊。过去我第一遍咧补选的时候，大家跟我出去咧踅街的时候，小可会惊惊，即马拢免惊，拢袂惊。所以我不会再去讲什么的故乡，但是我要甲大家讲，咱这场选择，恁甲我斗三工一下，甲世界斗三工，咱甲一年过起来，你讲好还好？好，好还好？好。咱甲一年过起来，予我较放心的，卖予人感觉讲，你不是什么的故乡，煞转变做一个爱补选的地方，常常伫咧补选的各位是大。你若去菜市啊吼，若咧买菜，若甲厝边隔壁咧泡茶开讲的时，
你嘛甲你的厝边隔壁囥一个，为着咱家己的面子啦。咱的是谁卖出去外口做摊位吃头路的时，人就会甲问讲：啊，你倒位来？啊，我伫龙井，啊，我伫大都来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你遐来常常咧剥蒜啦。这几年剥蒜真侪届啦，安尼敢袂感觉真见笑？所以世界要拜托大家。静怡是一个非常认真在问政、在咨询的好议员，专业度绝对无问题。这几年，我会使让恁考验，唔捌等地，唔太过一条子，唔捌让恁听讲我咧做啥物生意。我就是清廉为大家服务，所以清廉也是我要求。过来上界重要啦，咱的静怡这两年的时间内底，我亲眼睭看。在地方上一场一场的会刊，一场一场的协调会会刊，帮恁争取，帮地方争取，帮所有的时代争取咱的建设，咱的服务。咱无像咱的对手呢，拢咧争取引导的，什么庄园爱起到大啊大间，可能比咱老板公庙较大间安尼啦。吼，咱袂做这个代志。所以专业、清廉、搁吃骨力、搁认真为地方咧拍拼，这个好立位，世界拜托大家用咱的选票甲鼓起来，你讲好啊？好，好啊？好。啊，其他人吼有卡定一点，来到现场的人，世界感觉无够济，所以咧拜托互恁一个任务啦。其他人我知影真令大家吼，伊啊食食了巴肚饱饱的，我想要出门啦。所以拜托大家啦，回去了后，爸爸甲厝边隔壁讲一下，讲虽然今仔日无来听我的演讲，但是世界有回来到这，甲大家拜托一件代志，就是甲咱的敬礼鼓起来。即阵若无鼓起来，各位时大，唔好一年以后、两年以后，咱搁爱补选呢。啊，若补选，我就搁爱回来甲恁演讲，是毋是？我足欢喜回来为甲恁泡茶开讲。安排个好，我来吃演讲会，又搁要补选，又归讲好，好不好？好啦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嘛知影，我即摆咧甲赖清德斗相共，啊，所以赖清德即票恁敢转下落？安尼我拢免讲，恁拢转下落。好，咱就是静怡一票，啊，赖清德嘛爱一票，啊，政党票世界嘛要拜托大家，咱的实名制未来的委员嘛伫咧即个所在，吼、哦。咱的政党票六号真重要啦，真重要。各位想看卖啊吼，咱立法院若是无过半，你敢知影偌严重？全台湾23个县市，民进党才加5个县市呢，因会使接阿有17个县市。啊，若这17个县市吼，佮加上立法院，你去用国民党过半去，你敢知影啥物做院长？韩国瑜啦！韩国瑜迄当阵一当选高雄市长，第一个动作创啥？恁会记无？走去香港中联办，随机找阿强啊！各位时代，咱若国会无过半，伊阁有17个县市，伊才较调诶。到时阵韩国瑜讲，我代表立法院，我代表民意，把这17个县市带去中国，佮开始甲伊骂几骂几啊？安尼咱要安怎？所以拜托大家。总统赖清德，立委倒下，林静怡有立好，林静怡啊，不分区嘛拜托一个，哦，六号的民进党啊，吼，真拜托大家，啊，我就先讲到这，啊，我真威嘛甲我照顾一下，会使吼，谢谢啦，吼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四台议员哈，首先四台。